这个怪老头真厉害，你看他把手放到磨刀石上，就这么磨了几下，随后拿出画着大公鸡的画纸，咻咻咻几下切成了一条条面条的形状，接着下入锅中，一碗美味可口的鸡肉面就出锅了。你以为这老头只有这点能耐吗？给你看看他更厉害的神操作。这天他正为旱了三年的村庄求雨，使出五行八卦阵后，两手一搓化成一团火焰，再吹出一口仙气儿，把龙王神像烧成一片火海。估计是龙王害怕了，天空顿时雷雨交加，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故事发生在满清不能通婚的年代，这个180,000禁军教头高雄因为和汉族女子成婚触犯了当时的法律，肃亲王大怒，杀害了他的妻子。高雄见状愤怒不已，随即把侍卫杀得所剩无几。把小兵清理完毕后，肃亲王头上跳下一个高手，人称蝙蝠王。蝙蝠王召唤出一个坛子，这坛子居然会动，随后冒出一个涂满粉底的人头。原来这坛子人是蝙蝠王养的傀儡，坛子人吞下高雄的通缉令后，竟吐出一把坚硬无比的大刀。随即坛子人和高雄便大战了800回合，高雄的手臂被划伤，很明显高雄并不是坛子人的对手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往外逃跑，但追兵重重，无奈之下他抓起了小贝勒当起挡箭牌。等到脱身后想放走小贝勒时，却发现小贝勒已经没有气息了。时间转眼来到十几年后，一个院子里住着一个奇怪的老头和老太婆，还以为这是老两口，其实他们是一对师兄妹。说起他俩的几十年，可真是一对互相看谁都不顺眼的人，天天见招拆招，斗个没完没了。老头叫奇门，见老天最近几年没有降雨了，附近百姓苦不堪言，百姓甚至凑了上百两银子请来冒牌法师求雨。奇门得知后，把这冒牌货狠狠地收拾了一顿，拿出自己看家的本领，一番操作后，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，百姓们高兴不已。奇门还将冒牌的银子纷纷丢给百姓，冒牌货看到自己辛辛苦苦骗来的钱，抄起长剑就要偷袭奇门，最后被闪电击中，命丧当场。在十几年的时光里，高雄这边也收养了一个叫树根的孤儿。那么些年里，蝙蝠王可一直没放弃追杀他，派出几名高手给他汤里下毒，但眼尖的高雄立马发现了端倪，将毒汤泼向偷看的杀手。这毒真狠，脸都毁容了。眼看高雄识破，高手齐齐上阵，打作一团，但毕竟寡不敌众，高雄被杀手撒下药粉，导致双目失明。幸好树根及时出现，杀手看到树根脖子上的玉佩，还以为是当年的小贝勒，不敢下杀手的几人只能暂时离开。为了给高雄治疗，树根只能半夜出去找药，不料闯入了奇门遁甲的院子里。我的乖乖，这纸上画着的蜡烛居然能点燃，这烤鸡竟能凭空冒火，原来这都是这个怪老头奇门的操作。奇门也是好心，看到树根饿了，用纸给他安排了香喷喷的鸡肉面。这农村来的树根可是长见识了，难道城里人都会模仿吗？树根告诉奇门来意后，奇门给了他一副药引子，按照方法熬好给高雄用药后，果然奇迹般的治好了他的眼睛。但高雄为了树根的安全，狠心的将他赶出了家门。树根坐在一旁郁闷不已，不料反派蝙蝠王出现了，将毫无武功的树根撂倒一旁。高雄这边也是难逃掌心，被恶毒的蝙蝠王一刀插中心脏，死在了树根旁边。蝙蝠王将树根带了回去，并看出树根根本不是当年的小贝勒，但妄想统治世界的蝙蝠王将树根的脚底板刺入了当年小贝勒的胎记，并告诉树根，如果他俩合作，树根就可以成为当朝的皇帝，到时候要啥有啥。树根立马拒绝了他，无奈蝙蝠王只能留他在这考虑考虑。蝙蝠王走后，这个坛子人突然冒了出来，树根也是个逗逼玩意儿，竟和这坛子人杠了起来。虽然打不过坛子人，但这坛子人脑子也不咋好使。树根大笑他是奇葩，把幼稚的坛子人给哭得稀里哗啦。树根则趁机逃跑，来到了奇门遁甲的院子里，见到这两人正在比试功力，两人那是谁都不服谁呀，还把树根给摁跪在地，跪在了奇门遁甲师傅的画像前。但树根这一跪，树根就这样变成了两人的师弟。话说这师傅都走了，还讲这些？蝙蝠王收到了肃亲王的信，信里写道，让他带着小贝勒回来，到时候给他加官进爵。接着发现坛子人没看好树根，愤怒的直接给坛子人送上了热乎乎的盒饭。树根则跟奇门遁甲学起了法术，
遁甲教了他一招以形遁形，奇门则让他先从基本功来。此时蝙蝠出现在围墙上，声称要带走树根，但这俩老人可不是一般人。江湖传言，如果奇门遁甲合体，那必是天下无敌，蝙蝠王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化作一团白烟离去。不甘心的蝙蝠王又派出杀手袭击两人，但下场都惨不忍睹，派去的杀手一个都没有回来，蝙蝠王只能自己上了。他化作奇门的模样，在镜子里学了一番后，那怪老头应该就是这样的。随后闯入遁甲房间，把遁甲给害死了，接着又化成遁甲的模样试图偷袭奇门，但奇门早有防备，轻松化解了蝙蝠王的招式。被识破身份的蝙蝠王，两人随即展开了一场大战。这招式也真是古怪，别说你没看懂，想来也是没看懂。随后奇门将树根变成一个矮人，经过奇门遁甲调教过后的树根功力也是大大提升，在两人的配合下，把这蝙蝠王打的是屁滚尿流啊，屁颠屁颠的就逃离了这里。奇门说道，有一个名叫五雷天师令的令牌，只要拿到它就可以号令天下法师。墙上挂着大大的牌子，牌子上写的是丰都城，原来十年一度的天师会开始了，在这里只要你闯过三关，就可以拿到号令天下法师的令牌。第一关，所有人必须在一炷香内拿到滚烫的油锅里的钥匙。此时各路的法师那是大显神通啊，各种奇葩招式都使出了，但都一一败下阵来。最后树根使出一招玻璃吸铁法，成功拿到钥匙。接下来就是第二关，因为第一关淘汰了许多法师，所以第二关已经所剩无几。这一关就是踩着纸桥到达对面，纸桥下也是布满了各种毒蛇，法师们又开始大显神通了，各种奇招怪招纷纷安排了一波，但因为缠斗下纷纷掉下毒蛇。树根也使出一招纸蝴蝶过桥，但被其他人缠了起来，差点没掉下去，最后还是靠一根棍子走到了对面。终于来到了第三关，也是最后一关了。最后一关也是极其危险，就是必须要走进火中烧个7749个小时。但为了拿到令牌，树根也是豁出去了。当他走进火海后，才发现这一切都是考验而已。在经过神火和圣水的洗礼后，然后只需要五体投地的跪拜几下，这五雷天师令就到手了。不料这蝙蝠王却偷偷溜进来，不但偷袭树根，还把神坛弄乱。这可把台上的至尊给惹到了，但蝙蝠王依旧我行我素，和树根大战了几百个回合。随后使出分身术，树根先是使出奇门的剑招拆招，击破了蝙蝠王的分身术。随后蝙蝠王又使出夺命陀螺，树根又使出遁甲教的以形遁形，把蝙蝠王的招式一一击破。被打得屁滚尿流的蝙蝠王开始气急败坏，甚至抢夺了天师令。这可彻底把台上几位至尊给惹恼了，轻轻松松几招下来，蝙蝠王当场凉凉。树根则带着天师令回到了小院，正准备祭拜师傅和师姐遁甲，没想到这遁甲突然冒了出来，这可把奇门和树根整懵了。原来呀，当初遁甲也知道那是假奇门，所以他给做了假人，骗过了蝙蝠王和树根奇门几人，两人随即又开始斗了起来，从这边斗到那边。树根见状掏出天师令，命令两人停止继续斗下去，以后两人和睦相处。嗨，给这两老人为难的。好了，给香兰点个赞，关个注吧，下期还有更精彩的给你呈上。